朋友们好啊，又开始吃午饭了啊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好吃，好吃不如饺子，舒服不如倒着啊。我们这个是鸡胸肉剁的馅儿，然后里边放点海米，放点这个菠菜啊。这个是凉菜啊，这个是凉菜。这个是小银鱼儿、橄榄、玉米粒儿和这个金枪鱼啊。西班牙人比较长寿，地中海的饮食跟这个橄榄有关系啊。橄榄油啊，西红柿，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啊。再炸点这个小鸡块儿啊，餐后再来点小水果啊，西瓜。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绿的啊，各种颜色搭配。祝大家都有好胃口，都有好心情、好身体。再见。